感谢楼上的，感谢楼上的后来的形象。跑不动的算了，报名卡刷这个棒棒糖，我跟你。
丽娘。哎，谢谢我们陈陈野哥，谢谢我们爬不动，还有我们付费的郑哥、老顽童，以及我们指尖哥，还有大陆上首哥、浏览哥、孙凤杰、彬彬哥，以及我们的丽娘。很像你。今天的视频非常的清楚，真的吗？你没有骗我吗？感谢我们友哥，我要说什么那个？对，我要说那个赵吉啊，赵吉，我们是。7:30、8:00、8:30这三个时段开始召集。少唱歌，聊聊天，好，聊聊天。嗯，欢迎后进来的宝宝们 ，Hello。当找一找，看看啊！谢我们冬听，谢我们冬听哥送来的棒棒糖，还有飘雪哥，谢谢冬听哥，谢谢飘雪哥。我找一找，我找一找。今天我今天新学了一首歌，但是还不是100%的特别的完美。你们要不要听一下？感谢我们这个歌不高，太高的歌今天就不给大家唱了啊。嗯，谢谢非你不爱哥要听哈，那我找找啊。我给你找，别着急哦。也是咱们家的粉丝给我介绍的一首歌。一首也是一首新歌。这首歌听着还可以，但唱着我害怕会忘记，还不太熟。一首龙美子的新歌叫《袁维斌》。欢迎死神哥。爱得太深，就会化作痴；梦得太深，就不愿醒。鱼儿想要飞鸟的爱情，朝朝暮暮，魂牵梦萦。
有过心动，不怕岁月无声。月未冰，我把冰融入了怀中，情如水，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杯，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以及我们的二把手，谢谢我们花哥，还有我们的实力风哥，以及我们的秀姐，我爱你，好听。哎呀，我也觉得挺好听的，稍稍休息一下。歌名叫《袁维冰》。这首歌就是有点那种软软软软的那种感觉。嗨，沙漠骆驼吗？沙漠骆驼都让他唱的在哪里能搜到啊？你在 YY 上搜索4823就能听到我的歌。搜别的地方指定找不着我呀。你们还想听什么歌你们就跟我说，但是哈，我不能唱太高的歌啊。嗯，有的人是哎得听这个听那个啥的，我也想给你们唱，但是唱不动了，我要休息休息的。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谢谢飘雪哥。唱首歌我就休息一下，唱首歌我就休息一下。私聊你们的都是骗人的，千万别相信。谢我们仙人闲晃哥送来的棒棒糖。知心爱人这首歌可是老歌了，知心爱人咋唱的了？会了都忘记了。三话我不会唱那个。歌的名字，刚才的歌的名字叫，叫什么了？叫袁维冰，对，叫袁维冰。感谢非常快乐哥送来的水晶桥，谢我们远方哥、实力方哥，谢谢我们的滴答。来把滴答抱一下，正好我累，要用滴答给你唱首歌好不好？谢谢远方哥，谢谢。这个歌叫雨蝶，谢我们黑土哥。哇，谢谢涅槃，谢涅槃哥送来的鱼，谢我们远方哥，谢谢远方哥。好久不见了宝贝儿，谢谢我媚娘，谢谢远方哥，谢谢我涅槃哥，谢谢媚娘。呀，变样了，我感觉跟上一次看着不太一样了呢。你是没有开麦吗宝贝儿？你看看，谢谢我们情谊哥送来的星星、吗？谢谢。哎，好了，我看你的小灯亮了。小灯。大家好，咱们好。怎么样这一阵儿？我感觉好像哪儿变了呢？你是减肥了吗？好像比以前瘦多了。我刚才说好胖，是胖了吗？没有，是瘦了。我感觉是瘦了。瘦了一点吧，还好还好，比先要瘦了120斤。哇，你我先120斤，你怎么减的肥？你传授我一下，你传授我一下。喝那个，我把回音大不大呀？还好，就这样就行。嗯，怎么瘦的？那个、告诉我。冬瓜荷叶茶。冬瓜荷叶茶。
好用，我就喝那个。然后，但是下等会儿，等会儿下直播，你转给我看看是什么东西。谢谢，感谢我们石头哥。好呀，谢。这是变相打广告吗？这是不是你做的？谢。牛奶拌酸奶，石头。牛奶拌燕麦片，酸奶拌燕麦片，酸奶。哦，完了就这么一点点简单吗？要燕麦片，不能麦片哦。麦片是增肥，燕麦片是减肥。燕麦片和怎么是？你重说。就是怎么个意思？小燕子的那个燕麦片，拌酸奶，哦、晚上不吃饭，就吃这个、哦。那不行，那你这减肥我接受不了，不吃饭是不行的，不吃饭是不行的。行了，那就不用说了，这个就不用问了。好了，你唱歌吧，我还寻思你吃什么神器了呢。好的。原来是不吃饭晚上。谢我们炮哥送来的蓝色妖姬，来吧，给我们准备一首什么歌呢？我先唱个我自己的歌吧，中国风的一首歌，叫《微风地落花飞》。自己的原创歌曲吗？嗯，是的。先走了。哎呀，厉害了！谢谢。不吃饭哪有力气减肥？他胡说的，你别相信他。柳叶低垂落花飞，满天地雨正妩媚，醒看花开谁人醉，翩翩相思付与谁，欲问落花何处归，飘飘洒洒雨纷飞，心随风动尽相思，微风低雨落花飞，我怎将单曲再悲，一片深情空与对，轻笔落泪，偏偏相思付与谁，再谱一曲落花飞，花开花落永相随，为一笑的人憔悴，相思淡春晖，感谢大哥们送来的礼物，感谢老大的连麦机会。这首歌是我自己的歌，叫《微风地雨落花飞》，希望大家能够喜欢。问落花何处归，飘飘洒洒雨纷飞，心随风动尽相思，微风低雨落花飞，我怎将半句再悲，偏深情空与对，落花含心底落泪，偏偏相思付与谁，再谱一曲落花飞，花开花落又相随，为一笑的人憔悴，偏偏相思待春晖。
先放到这里吧。好听好听，什么时候出的这首歌呀？这是原唱歌曲，原创是自己做的，这个是原这个歌是我朋友的一首歌，原唱全给我了而已。这首是原唱，那首是原创，原创没有唱，原创没这个好听，但是是一个风格。但我就听你唱，我觉得你的嗓音适合唱那个谁，唱那个陈瑞的歌。嗯，每次你就觉得唱他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走心。来一首吧，来一首。好的，在现场喜欢的宝宝给我们滴答点点关注，谢谢谢谢，感谢我们黑土哥，还有我们涅槃陈野哥，以及问心哥、老顽童、游听哥，还有我们家的春光，谢谢我们最上哥。一首《情无所依》送给大家。感谢老大。夜色路与心灵潮湿，难忘你离去的样子。花开花多一眼别迟，凌乱的街去怎么收拾？寂寞如水已漫过心底，感觉灵魂快要窒息。泪有千行，说冷一纸，往日的甜蜜已经屏蔽。情无所依，爱恨交替，痛苦委屈不留余地，跪着淋湿沾着血湿，风花雪月却又遥不可及。情无所依，气血老去，海誓山盟独木兰枝，来路半知去是情意，烟花灿烂不敌流连盘底。就唱一半哦，这一首。要不这样吧，要不咱们两个就来一个陈瑞的专场吧，都唱陈瑞的歌怎么样？完了，你再找一首陈瑞的歌，唱个整首的，我唱个这首歌啊，唱好久也没有唱了，看有宝宝要点这个歌。好的，喜欢我们滴答的，记得把我们的滴答关注点一点，感谢我们力哥护卫队的宝宝，谢谢大家送来的星星。夜深了，人静。为何你还没有睡？躲进无人的角落，偷偷的想念谁？风停了，雨住了，为何你还在流泪？是否在你的心里还惦记着那朵玫瑰？哦，秋天里的那朵玫瑰，它让你陶醉，让你流泪，吹不散的记忆，把它从你的梦里找。
多久无人的角落，你在偷偷的想念谁？风停了，日出了，为何你还在流泪？是否在你的心陈瑞的歌正好，嗓子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哑，来吧，麦克交给我们的滴答，今天是他的专场了，谢谢我们。也唱这首歌吗？秋天的玫瑰吗？还是唱这首吗？这首歌叫秋，这首歌叫秋天的玫瑰，是唱这首吗？不是，你可以换一个陈瑞的，就陈瑞的歌都行，我觉得他的嗓音你俩可像可像了。谢谢召唤没有点的，大家把那个下方的召唤点一点。谢谢我们九世离歌，谢谢。唱个水墨雪送给大家，感谢老大，感谢大家的礼物。陪酒飘绿影，小黄是父亲，当时不月经超空虚，弄上的红泥是巨楼心底，不见冒雪也来得离，他寻寻泪去又暗下一息，你曾说过似我美丽，蓦然的心事寂寞了天气，怎能忘却深爱的你，这一场水墨雪纷飞冬季，把物是人非小心暗藏心，最痛的相思不是别离，而是流水已无情，落雪还有你，画一幅水墨雪留住记忆，烂为了情意骚扰了呼吸，不忍提多宽突然叹息，只怕长夜雪未眠，太阳已升起，是唱完吗？哦哦，好的。
是生悲剧，又按下第一戏。你曾说过是我美丽，木然的心事，寂寞的天气，怎能我缺少爱的你？这一场水墨雪，纷飞冬季，把物是人非，小心暗藏心。最痛的相思，不是别离，而是流水已无情，落絮还有你。画一幅水墨雪，留住记忆，阑尾了情意，走路弄呼吸，不忍提落款，突然叹息，只怕长夜许未眠，太阳已升起。来吧，今天咱俩就来一个对决版的陈粒啊！谢谢。他，你这首歌叫什么歌了？叫水墨雪。对，水墨雪。谢谢大家帮我过的那个真爱召集令，谢我们的高峰哥，还有短拼头，谢我们的拼头哥，谢谢我们强哥送来的水晶球。喜欢主播的记得给我们点主播的关注。谢谢那五哥、龙兰哥，谢谢强哥，谢谢高峰哥。我上首这个啊，喂，你再找一首陈瑞的歌，你还有吗？你看，我觉得你陈瑞的歌会的老多了。下面起身哥送来的鱼，这首歌的名字叫幸福的
鲜花。刘宪大哥，谢谢我们夏哥，谢谢小姚哥，感谢我们的心理，谢谢，谢谢我们承诺哥，谢谢我们梅花哥、罗兰哥、开心慢评哥，还有短评哥，谢谢我们心理哥，还有我们的听友哥、赵哥、雪花哥、亲哥，还有我们的夕阳、张扬，谢谢我们最亮哥送来的星星。好的，你准备了一首陈瑞的什么歌呢？是白狐呢，还是相思的债呢？大家喜欢还梦醉西楼？都行。白狐吗？说是的，开刷，别控，谁呀？别控，对，别控制，才反应过来，我是什么东西？刷的什么意思？说是的，别控制，别控制。不要多说了，就唱白狐。好，来吧。感谢我们远方哥，谢谢。我微博号是4823菲尔。手心牵连的湖，千年修行牵连孤独，夜深人静时刻有人听见我在哭，灯火阑珊处可有人看见我跳舞，我是一只等待牵连的湖，千年等待千年孤独，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我爱你是你正一贫如洗寒窗苦读，离开历史里正金榜题名东方花烛，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离开一命飘飘，一命飘飘，还是山盟都化作虚无，能不能再为你跳一支舞，只为你离别时的老一次怀古，离开一杯飘飘，一杯飘飘，天长地久都化作虚无。一首白狐送给大家。牵连的湖，千年等待千年孤独，滚滚红尘里谁又种下了爱的蛊，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我爱你是你这一贫如洗寒窗苦读，离开历史里
张金榜题名东方皇春，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我是你千百年前放生的八个湖，离开一杯飘飘，一杯飘飘，还是什么都化作虚无？冷不冷再为你跳一支舞，只为别离别时的老一次花蕊骨，离开一枚飘飘，一枚飘飘，还是什么都化作虚无。好啦，没有点滴答关注的大家把滴答的关注也点一点，让我们的滴答稍事的休息一下。感谢滴答，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滴答送来这么好听和美妙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也再来一首陈瑞的歌，陈瑞的专场现在就结束了啊，找一首歌啊，来这首歌吧，好久没有给你们唱这首歌了，有谁知道这首歌？我还不是，我还没放呢，你们怎么就知道这首歌呢？谢谢你们发火啊，都会抢答了吗？你们的故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你的心却依然留在那一边。我在这里守着每一个孤独的夜，任凭寂寞泪水蔓延，模糊了我的视线。你和他还在的思念，让我心底的爱和喜悦，不再相信我们会有明天，一切都像过往云烟。你和他还在继续缠绵，不顾我早已泪流满面，不想一次次被你欺骗，这次真的要和你再见。想一次次的
只想走出你的世界，不想再看见你那虚假的表演、啊、你和他还在继续缠绵，让我心底的爱和熄灭，不再相信我们会有明天，一切都像过往一样。你和他还在继续缠绵，不顾我早已泪流满面，不想一次次被你欺骗，这次真的要和你再见，不想一次次被你欺骗，这次真的要和你再见。可幸不管严格还高峰泽墨秋风哥，还有雪纷飞海龙蓝哥火花，谢谢感谢我们老李哥，谢谢我们一户哥，谢谢我们三十世缘，以及我们的乔然哥、虎哥、完美 QGY， 以及我们的金云哥、点点点、撸 A 哥、阿杰哥，谢谢我们，谢谢我们，谢谢我们云阳哥，谢谢我们饭店打工。哥的名字叫。叫藕断丝连，这首歌其实陈瑞是一个非常非常唱歌非常棒的一个歌手，在我小的时候，不能说小的时候吧，就很多年前，他的歌就非常就是非常入耳，非常走心的歌，非常经典和走心。谢谢谢谢，感谢我们阿杰哥送来的星星，谢谢我们迷糊老头。喝口热水，好的。感谢我们快乐哥送来的水晶桥，谢我们缘分哥。再有五分钟，我们就要过真爱召集任务喽！谢谢我们的李哥。欢迎孤狼哥，还有，哎呀，还有八哥，还有咱家兄弟，我没有一一欢迎到的，不行调理啊！欢迎咱家兄弟姐妹们啊！欢迎大家。刘德华的歌会吗？最近听说了，就是因为嗓子嘛，就是演唱会就没有取消了嘛。挺伤感的，我不太会唱他的歌，但是刘德华的歌真的是非常的棒。谢我们滴答送来的守护哦，谢谢，感谢滴答，谢谢滴答，谢谢滴答，哎呀呀，谢谢滴答，谢谢，感谢我们咖啡世界，谢谢，我不怕不怕啦。感谢我们咖啡时间，谢谢来生缘，来生缘应该也是陈瑞的吗？这首歌吧，送给 A。其实这些老演员呀什么的，啊，我不会唱那个，我不会，我但是我不太会唱他的歌，这首歌吧，来这首歌吧。送给我们的刘德华，已经应该是有60了吧，59还是60岁了，老演员了，很经典。我也是从小看他的电影，听他的歌。57吗？哦，应该左快60，但是年纪。也是稍微那个啥了，也有点那个，该好好休息一下也挺好的了。不要像，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成天的熬夜呀什么的都有伤身体，真的。
给咱自己，四大天王之一。就是嗓子哑呀，不能唱歌呀，那种心你知道吗？心有余力进去，非常的难受。其实谢我微风哥，谢谢我们张扬，还有孙凤杰、小峰，以及我们的傻爷徐哥、清风，还有我们的迷糊老头、开心芦苇哥，还有那我夜风哥陪您上，谢谢我凤岭哥，谢谢我们浪子哥。好，我们到了开始召唤的时候啦，谢谢。其实哈，嫂子休息休息就好了，没什么太大的事儿，不要担心啊。
谢谢我们风铃哥。嗨，歌的名字叫祝福。夜之光好听啊，夜之光，夜之光唱其实也有点累。谢谢我们风铃哥，这个是男版的歌，所以说我唱着都不累吗？我没有声调，直接唱的男版的。其实你没有发现我声音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但是中音的歌比较多了，低音的歌比较多了。谢谢，感谢我们风铃哥送来的棒棒糖，谢谢风铃哥姑姑卡黄看的，欢迎给五哥，我会唱的好深情啊，是你们听得太投入了，其实我唱歌还是挺一般的。想起其实那种感觉挺难受的，我看见那个新闻了，我也有过嗓子哑的时候啊，也有过嗓子哑的时候，就是那种心情不太一样，特别的痛苦，就是整个人会郁闷不开心，就不爱说话，就那种感觉，就是性格都有点会有点变化，唱歌要不能唱歌的话，就那种会难过吗？它跟难过不一样，它会抑郁，就跟你们天天上班一样，其实天天每天上班干那些东西啊什么，等有一天哎你就不能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就心里边也挺难受的，就跟跳舞一样。谢谢风动哥，谢谢成功哥，就像跳舞一样，你要像跳舞不能跳舞了什么的，心里也是难受的，整个人都不好了。他不是一般的不好，像有些人哎我手蠢着了，对不对，我手蠢着了，我休息两天哎就会好了，但是那种心情看休息两天你挺，其实说遭罪是遭罪，我想说哎我补了盖呀，手啊蠢着了，哎我就不两天不能动了，我还挺开心的你知道吗，哎我能休息两天，我还能吃两天好吃的，但是唱歌这东西的感觉就不一样。谢谢我们龙兰哥，就是哑的时候你就那种感觉，而且你们发现其实我自己是有感觉的，就是你嗓子越哑我还越想唱那些高歌，就想证明我嗓子还能唱的那种，其实内心可难受了。但是就像你们现实哎你说你不能干这个活呀什么的，你别动啊，你偏去想证明我能干，你知道吗，那不叫虎，那是要一个劲儿，你知道吗？只有这个，我觉得这种人都是成功的人。我可能是变相夸自己了。谢谢风动哥，谢谢我们高峰哥，不屈服的那种啊，不屈服，叛逆吗？有一点儿倔。我告诉你，凡是倔的人，都有点成就。随波逐流的人。谢谢我们闪爷，真的就是那么回事，你看你平平生活中你们身边的人也好，或者是你身边有成功的人，或者是你是一个成功的人，你想想，就是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放弃了吗？不是，召唤呐，我知道召唤下边没有点的帮菲儿点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是有一个憋住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就是不放弃，遇着多大的困难多大的压力都会往前走。但是像你说还好多人说哎这个不能倔什么的，但是分人分什么东西，你自己我只针对就是说自己创业呀自己做买卖呀什么的，这种人可以有这种性格，你就是上班的什么那种的，像那什么什么那种的，你就得随波逐流，你不随波逐流那你小鞋穿分什么事情，对这个是有道理的，分什么事情这个没毛病。在咱们上就像打工的呀上班的职场啊，这需要靠的是什么呢，需要靠的是智商情商，但
是像我们创业呀，或者是自己创业的这种啊什么的，我觉得就需要一种毅力和吃苦。方向是对的，其实每个人都会，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在 YY 也好，在现实也好，都会把自己真实的那种情感和性格隐藏起来。贝姐，我有马甲吗？你打了这么多字，应该是有马甲的。谢谢风筒哥，谢谢我们自由发言哥、安妮哥陪我陪你一首歌。脏话我们就唱八个，我们就过去了，这是真的。为什么很多人做到八面玲珑？我告诉你，这种人绝对是有出息、有出息的人，但这种人你教不透。爱发脾气的人，我告诉你，他这种人是比较好教的，好接触的，但是也比较伤人的，也是得罪人的。他的真心朋友也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像你说八面玲珑的人，但你教不透，但是他朋友多。像这种人爱恨分明，有哥们儿有朋友就可以两肋插刀，真的这种人。但是你就是认识100个人，有一个人能跟你成为真正的朋友，就不错不错的了。真爱咋不显示了呢？赵吉令，你是不是卡住了？我的哥，还差六个我们就过去了，还差六个我们就过去了，加油加油，我们再接着唠。我先过一过这些任务，咱们再接着说，咱们说一说我们现实的生活啊，你们都接触什么样的朋友啊？谢谢谢谢，感谢我们，谢谢我们，谢谢大家，我们过斋任务所有的兄弟们，谢谢大家。这个啊，点一下黄色的有个召集，大家可以点，如果可以的话再送我一个棒棒糖去做斋任务了，还差四个，加油！欢迎欢迎，还有三个，还有三十多秒了，还有三十多秒，我们三个能不能过去了？加油！还有三个，谢我们自然哥，谢我们风动哥，谢谢自然哥，谢谢风动哥，谢谢谢谢，加油！卡住了吗？卡住了吗？还有一个。没有点的大家可以点一下小黄的，还有一个我们就过去，差一个，现在32个人，现在有31个人没有点的， OK 过去了。又调皮了，又皮了，是不？哎呀，唱个夜之光嘛。我说到哪儿了？其实我这人就是属于什么人呢？我平时你看我不聊天，我一聊天我告诉你，就在这坐着说一个小时到俩小时，我都能一门跟你说。你没有发现吗？要不然我可能就，我不会自己找话题，我也不会瞎掰，我也不会白乎，就是说你要跟我说什么事儿了，我能把这一个事儿跟你掰扯到天亮。休息一会儿，那我就给你掰扯掰扯。感谢那五哥，谢我们的小游客，因为说的都是心里话。说的都是心里话和自己经历过呀，或者是自己的看法，不是瞎编的，编我编不出来，主要是。你们身边有没有些人，有没有人就是朋友处得非常好，但处着处着，哎，感情就变味儿了，就不那么好了，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有吗？是不是？可能这个东西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是怪咱自己太优秀了。以后不要纠结了啊。你看很多人说就是哎，真的为什么说自己优秀了呢？因为就是说，因为怎么说呢，我给大家说哈，很多东西为什么要说自己变优秀了呢？你只能夸自己，不能贬低自己吧。第一，你们相识相认的时候，你们在一个横线上，就是一个横线上，你们有共同的话题。但时间长了，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之后，他就不一样了。你有你的圈子，他有他的圈子，收入不一样了，你们的之间平衡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说，哎，交什么这个
这个朋友啊，是不是？哎，就是说，不管他有没有钱，我们俩都是哥们儿。有钱那个当没钱的是哥们儿，但是没钱的不会把有钱的当哥们儿，你知道吗？这什么心理，你知道吗？妈呀！因为他会，不是说也说不出，也不是说瞧不起人家，也不会是怎么样，他会有一个心理。不是仇富，他是一个心理，有的时候对有可能会有一点自卑，因为可能哎出去哪儿哎都是这个比较有钱的朋友一直花钱哎买东西送，他可能心里边会有负担，慢慢就有差距了，慢慢有差距就之间就那个啥，对，可能有些人就是比较自尊心比较强的那种，就是不想高攀什么的，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他们沟通啊。什么东西都会有差距了，就是有的时候慢慢不是两个人的感情变了，就是生活这种差距越拉越大了，就玩不到一起去了。同学之间就是这样，我没有同学聚会过，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同学聚会是什么样。我听别人家就是看电视嘛，哈，看一些小视频呢拍的，现在不都流行小视频吗？看小视频拍着，有的人就是非常哎，上大学呀，自己当老总了呀什么的，哎，穿的破破烂烂去同学聚会了。那些就是爱装，就东北来说爱装的那些人，夹个包，带个表，完了烧烤那么一吃，串那么一撸，哈。就是没有啥本事的人，他来了之后穿破破烂烂去了，这是一个看的哈，纯是一个自己的感受。完了之后呢，就是，换个破一点的车，完了就是告诉什么什么，换件衣服就跟人家出去是吃饭了。同学很多人买，从小你就大鼻狼汤的，怎么样的，瞧不起人家。但后期岂不是呢？很多就是那些同学瞧不起了他，大金链子、小手表，没毛病。岂不知呢，其实啊，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说心态就不一样了。等他就是说开上宝马了之后啊，谢谢我们七行哥哈喽，欢迎七行开上宝马呀，或者是换着衣服回来，都那种感觉，就看人家的感觉都不一样了。我觉得有的时候社会还是挺现实的。但是这些东西只限于就是某一部分，不是说所有的人，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毕竟拍是一个小视频嘛，我觉得现实不会有那么夸张，现实应该是会有。但是我个人觉得，就像如果有同学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有的时候你去哪儿办事啊，就像我爸就有同学哈，人家有大学，人家当这个呀，当在银行上班呀，干什么都不用排队，有同学啊什么，有的时候是挺好的，人根本就不会变味儿，但有些人会变味儿的。就是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就是同学在银行上班的呀，或者什么医院上班的呀，就是都会有那个啥，都会有认识人熟悉人，都会快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好处，很多人是在那个啥的，很多人是感情还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不会有瞧不起的那种，还是在少数。什么说的对，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啊。也不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走后门，就是什么都会方便一点。像我们青龙哥，叶之光，稍等一会儿给你们唱啊。还有的人以前就是我告诉你哈，就是朋友之间有的时候特别的好，好到就是可以穿一条裤子，有没有？但是分开那一天跟仇人一样，就是说以前好的都不行了，就是哎，我给你买什么给你买，在闹掰那一天各说各的不好，是真的。有这样的，但是还也是在少数。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颗平衡的一个心态去面对你们身边的事物还有人就好了。爱之深，恨之切，得不到你就毁了你。我不好你也别想好，我告诉你，这样人纯属嘚儿，我们东北话这太嘚儿了。
你说别人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就咱自己把自己日子过好就行了。不行了，我要唱首歌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要愤怒了。再黑我就当看不见，太阳一定就快出现。 Hello 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一首夜时光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走出自己的一片光。你就是那夜空中最亮的一颗星。嘿嘿嘿的夜，城市被孤单照亮，不回家的人心事散落在街上。茫茫忙到晚，不如出去走一趟，大好时光等你来闯。头绳乱了，我走过夜夜夜的黑，做的梦梦梦最真，唱着火辣辣的情歌对你爱爱到底。我穿过夜夜夜的街，只为闪亮亮的心，遇见最好的自己，然后狠狠拥抱你。感谢自己，感谢
我最害怕你把爱全删除，也曾害怕自己爱得无辜，回头看了自己走过的路，我会忍不住的放声大哭。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我切断了退路，压上了归宿，输掉了你我会粉身碎骨。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我切断了退路，压上了归宿。走过一步，我铭心刻骨，对爱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为爱我永远不停地追逐，我最害怕你把爱全部删除，也曾害怕自己爱得无辜，回头看了自己走过的路，我会忍不住地发声大哭。我切断了退路，压上了归宿，输掉了你我会被无分母，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我切断了退路，压上了归宿，输掉了你我会与我分母，为了你我变成爱的赌徒，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我切断了退路，压上了归宿，输掉了你我会与我分怒。明知道会输我还要去赌，没走过一步，我铭心晨晨哥，谢我们家凡我，还有我们老顽童，感谢咱们家兄弟们一毛一毛的做粘肉，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感谢我们的追风哥，辉儿你胖了吗？辉儿胖了好多呢，我的体重日渐增加。谢谢我们猪仔哥，还有非你莫属哥、追风哥，谢谢谢谢，发福了吗？我发福，你知道吗？我这个身体在发福，你们看我在发财，好不好？真是的，我都说了嘛，人胖九分财，不没有财他还镇宅，知道吗？
帮助我的大哥小弟。这歌送给咱家所有所有的兄弟们，感谢有你，送给我们南哥，谢谢。陌生的地方，多少挫折，多少彷徨，眼中只有泪爱往心里流淌，躲在角落孤独，几曾何时你们来到我身旁，
姓名太古了，更自要感谢有你。找找啊，那个歌叫什么呢？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我那天我听着 DJ 的了，我听听 DJ 的有没有好听的哈。没有。谢我 YB 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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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谢我 YB 哥送的天使么么哒。我为你唱一首情歌。这是你最爱听的歌，千山万水我们走过，千山万水我们爱过，牵不到你的手，感受不到温柔，爱情可歌与不可求，任时光似水流，青春悄悄流走，等待就什么都没有。没有点的可以帮菲儿点一点，谢谢云天哥送来的星星。
我们已经完成18个人了啊，已经完成18个人了。开完了之后呢，包裹里会有一个免费的小桃心，就这个小桃心是一个真爱写的，它写着免费礼物，你开完之后可能需要你一块 YB 啊，就一个 YB， 一个 YB 呢就会收一个月的，一个月包裹里边都有这个，大家要送出来，就像他们似的啊，他们这后边都有的菲尔玛都要送出来这个啊，完了可以的话再可以刷一个棒棒糖，我看看我们的战斗已经排第10了哈，我瞅瞅啊，是不是第10？没毛病，是第10。我看看第11是多少，第11还暂时撵不上咱，但是还得加油，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撵上，我再看一眼啊。还差十个啊，我们的战役任务三星任务还差1286个人，谢我们少哥，谢谢。十妹来了吗？找一个，没有开的帮菲儿开一下吧，没有开的帮菲儿开一下，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来，我相信可以的，还有7个，凉凉，我要不凉凉我就把你文字进了，你瞅着啊，哎就你，啊不凉凉我就记着你歪歪号，你瞅着，我就在这等着，过去了我就给你记燃了。原来你给我打凉凉，还差四个，这呢，还差四个，没有点的点一点啦，还有3个，还有2个，我这回让你凉凉，别打字了以后。说一声我就不逗了，一会儿我就要下直播了。小帅，哎等会儿的室外，等我跟他说一声室外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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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书打错了，不太好了，别不到了，飞不去的远，你们落真甜甜，带的晚上带着你见天，别放你的那眼，谢谢我们，谢谢我们英文数字哥，谢谢。谢星者哥，谢谢左哥，谢谢我们白云哥，谢谢星者哥，我唱首歌，一会儿我们早点下播了，我这两天我就不唱太多的歌，我们还能正常直播，谢谢星者哥。那我不逗你们，不照人给我吗，说应酬啊星星啥的，我就不信了，我不逗就没有了吗，还能饿死吗，我今天就不逗了，信的。说逗那个，把灯请一请，感谢磊子哥，感谢我星者哥，上电视了，来逗我吧，你们逗我玩吧，来吧，你们逗我吧，来逗我吧，谢谢工程哥，最强刷的。
谢我们歌手啊，谢谢谢谢，谢我们勾勾勾，谢谢我们上哥，谢谢我们林哥，谢谢我们上哥，谢谢我们林哥，谢谢谢谢谢谢，没有清刀的开始清刀了，开始清刀了。啊，谢我们展天哥，谢谢我们哥哥，谢我们展天哥，谢谢我们哥哥，谢我们展天哥，谢谢我们哥哥，谢我们展天哥，感谢我们七龙光哥，谢谢我们十里光哥，你们来一毛，你想累死你的宝宝吗？你想累死你的飞宝宝吗？感谢我们世界哥。老美，感谢十里风哥，谢来的远方哥，谢我们等待哥，老雅兄弟，别忘了举杯，在这战场遍体鳞伤，不能丢的枪下能够无畏，干脆崇拜一起对，伟大英雄流血不流泪，感谢空城哥，一迎来骆驼还不飞，随便你能断，这飞和谁打架呢？有个叫品质的，我不服他。感谢四连，四连哥，谢希望有你哥。揍他吧，腿他哥的大蛇，给他打骨折，让他装什么社会他的腿哥。感谢非常快乐哥，谢我们希望有你哥，谢我们四连四连哥，没有动手了，动手了。感谢杏儿姐，感谢空瓶哥，谢我杏儿姐，谢四连四连哥，感谢心理哥，感谢四连哥，感谢心理哥。自己都揍吗？急眼了自己都打。谢谢幸运哥，谢谢谢谢，感谢大家送来的水晶球，还有我们的爆米花，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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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城哥，感谢我们幸运哥，谢谢幸运哥，谢谢谢谢幸运哥，谢谢幸运哥。喝酒吵醉，人都没得睡，真的爷们哪里都在太平之间，谁别害怕浪费，浪费满大街的谁，眼睛红了脑袋出了当初滋味，来呀兄弟，别忘了举杯，像不听话的像我心里乐，买人一组我就下关，买人一组我就休息了。感谢我们天哥，谢谢我们云飞，谢谢我们谢谢我们，这个有点快了啊，有点太快了。谢谢方五哥，感谢我心里的小林天哥，谢谢林天哥，谢谢方五哥，人都打没了，我先干了这一杯。此时此刻，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最强悍的知道是什么了？不是打败别人，而是打败自己。我相信你们可以，我们会战胜自己，这是自虐吧？没有来一组六六的，我们每人组来一组六六，下直播。谁都揍，跟自己都不放过。感谢我们晨光哥，感谢我们金星哥，谢谢我们亮妈，哎呀妈，谢谢海尔哥，谢海尔哥，谢平凡平淡人生哥，感谢我们石哥，谢谢我们林哥，谢谢我们平淡人生哥，谢谢谢谢谢谢。六年度了吗？是的。不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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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我不逗了。
感谢我们听飞说，谢谢查布朗哥，谢谢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我明天再动，谁种花了？谁种花了？那得动啊！你等会儿找位。感谢承诺哥，谢承诺哥，谢谢我们秋雨哥，谢哲哥，谢谢我们春风无限好哥。不行，我为了一个花我也得逗一个，你别吵吵。嗯，我说找找找找，嗯，找找，我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啊。等会儿，谢谢豆子一家，我都嫩出去了。我小周要不接，咱们就豆子一家的啊！我给你们小周哥发了一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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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时期，非常人物，咱们避免一点，省着刮着咱们。谢谢谢谢。嗨，你好，这不是菲儿吗？哎，咱说好的，我今天咱俩打比配，不能那个叫嗷嗷嗷的大哥去对面一顿蓝色妖姬捋我吧。说好的，他要去我就挂了哦。你刚才吓我一跳，你给我吓一激了，你知道吗？他去不去？来了呀。去了是吧？你等我啊，我给谦哥打电话啊。太舒服了啊！啥呀？好乱呀！哎，哥，小奥搁对面呢。不是哥，你骂我妈来逼干啥呀？我没说。感谢四零哥，谢谢四零哥，谢谢。大哥骂我呢，大哥你怎么骂人呢？大哥，大哥喷我，骂我，骂你骂我。欢迎阿彪，欢迎大哥，这个吃的，大哥这么老吃的。我是。我操！你怎么16000票了？你知道吗？我就为了这一个花，他们说乱斗我才斗的，你知道吗？就为了这一个花呀、啊，你知道吗？我多不容易啊！感谢那个，感谢我曾经，谢谢南山肥猪哥。既然这样，现场。跪着的奴隶们，我让你们现在站起来坐小板凳上，你们愿不愿意给我刷猪溜溜？愿不愿意？愿意不？怪怪的愿意是吧？我要反水，给那个反水的兄弟报来卡会员，干不干？怎么干？你说吧。我现在给你约一下1500啊！我操！我是。哎呦我说我真是我说实话菲儿啊，我在 YY 上没有畏惧任何一个人就跟我打散票，但是菲儿我操的爹兄弟们我真，哎呦我操！欢迎月儿哥啊，欢迎后期的我真是我多少的我心真是我就感觉我操我有压力，但是。你如果真想要干。你就跟我说个底儿，我就跟你干。那咱们这样，1500和2000的，咱们往上调一下。咱就1000，不一个人不能超过1000，行吗？不行，那万一有花放不了了。哎呀，你别老花，你家那花太狠了，我的妈呀！那万一你有你，万一想给你放个花，你寻思拉倒吧，你乱动的，万一违规了，直接就那个啥，直接就那成这么的吧，最多1500是吧？啊，9:15才开始，行不行？问问咱明天的，我今天不舒服，咱明天。谢谢那个，明天。小飞，我给你3年，哪天都行。啊！我看你是学不会弯腰啊！啊！什么意思？三年还是3天？什么玩意儿？不是明天是吧？今天不干呢？啊，行，明天今天寻思跟你唠唠嗑，咱们。哎呀，我今儿太有条件了！我今儿真的来了好多支持我的好兄弟。嗯。行吧，那就行吧，那今儿行吧，那能明天吗？那就。啊，明天吧，明天。啊，明天我们那个啥，明天那个
这是怎么个情况？这是什么玩意儿？这 QQ 怎么这么乱呀？怎么个事？什么个意思？我这边行，我这边不乱，我这边全是我要反水。我这边行，我就直接的。哎呀，我这边今晚上行，今晚上我得大批量的收一波王者周家，啊，先把这些新人给他训练好他，再往上提一个五级六级的专业团，啊，大批量的提。好。整上那么一模。好，那咱这局算不算数啊？那咱这局不算，你要干的话，挂了咱重新再干一把。不对，咱这局就正常拉吧，就是这些秒了，来吧。还有五十秒了，那咋拉呀？没法拉。那就明天吧，那就咱就明天1500见，9点。明天是吧？行，还有40秒，我数321，兄弟们把票给我秒了，让这杯黑粉看看他们王者周家的实力。321。感谢欧哥，谢谢欧老板。欧啊，这感情兄弟们，就他一句话的事儿。操！谢谢。好吧，那今儿输了，你罚我吧。二叔，写啥情况？这一天，那你们先玩吧，我这边也要下直播了，等明天再见吧，好吧？行，明天吧，明天再约个9点10点的，好吗，菲儿？嗯，好嘞，那我就先结束了啊。好，拜拜。有点懵逼，现在说什么？好，拜拜。哎，好，给我撂了吧，撂了吧。嗯，好，快去吧，拜拜。嗯，拜拜。拜拜。什么情况？都懵逼了。你那边点不了吗？啊，我不知道啊。哎，好，点了。什么情况？你都给我整懵了，你都。好了，我扣局66，我一会儿我再看什么情况，一会儿你都给我整不会直播了。给我扣点666，要不然你非都不会直播了啊！我给你们唱首歌，缓解一下那个啥啊，给你们唱一首这个歌，缓解一下你们的小情绪。唱完这首歌，我们就休息了。天边的那一道彩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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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呀，跑调了呢！你们都给我扔跑调了！
谢谢啊，感谢我们林德哥，谢谢。就是菲儿的直播间嘛，平时菲儿很少出去，就是基本上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你们今天好乱呀。但是我就希望大家在我的直播间呢，我也不说八卦，我也不是一个八卦的主播，基本上都是唱歌比较多。大家喜欢听我唱歌呢，就来听听我唱歌。这边这个咱们家吧，也没有啥乱七八糟的什么事儿，就是。在我这儿就可以放心的舒心的玩，不管你是谁家都可以在我这儿听歌就好。谢谢大家，谢谢啊。我属实就是一个唱歌的主播啊，就也不会说那些乱码七糟的事情，更不会说八卦。完了，谢谢大家的配合。感谢我柿子哥，谢谢。那就行啦，那我今天也要休息啦。我们今天稍稍早一点休息，都给我整懵了都。大家出门玩注意安全啊，出门不行瞎说话，也不行站立场哟啊，也不行瞎说话，听见没？咱们就好好玩，不喜欢出去玩就在直播间听歌，一定要听话啊。喜欢听歌，你们在这儿24小时都会有人放歌的啊。听话啊。我这个嗓子有点，昨天就不咋舒服了。